就一天放假，但是还是要认真爬山，所以今天又来到北车集合了。今天预计要去台中爬两座小百岳，好，先去集合喽。这游览车司机蛮不错的，然后让我们下来休息两次才去台中。好，司机大哥把我们放在这个妙法寺门口，我们要从右手边这条路线。今天真的是轻松行程哦，预计这样一天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哇，这乌龟超大的，大甲龟，好吗？观甲天地。就从边往上走，这边是永靖运动公园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要穿越这个运动公园。这公园好可爱啊，好多这种，这个是鸡吗？好，你们呢？这边来了。好，这边还有老虎。后面这个是成功公园，郑成功。延平郡广，当初就是那个打败荷兰的，就这个铁灯山，这里就是用那个风车代表荷兰。光耀福轮，两只大的八爪章鱼。然后公园的路口这里有一个这个三 D 绘图。这里有点可爱耶，永靖公园。永靖医药博物馆，小药丸，药水。介绍有讲说往前还要1公里才到三角点。小百岳在台中。好，到这个地标的地方了。拍个照吧。
到非常的可爱，是彩色的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游乐设施的地方，日光牧场大门进去五分钟，好可爱，好多牛哦，日光牧场好多牛哦，哇，超多牛的，沿着这个旁边三九点应该快到了，哎呦呀，牧场那边，然后左转，刚刚那个地方还蛮泥泞，好险这边都有草，38号，这边的编号是几号？哇，没有编号。好，原路折返。好，现在就绕一圈，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个地方。这边好像比较容易。所以就从这边去，这应该也是一个牧场，不过这边没有在使用。房子这边有指引三角点，走出来了，刚刚那个大家都在等候的地方。在这个日光牧场的旁边，在树荫下面等他们吧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往下走到大马路，我们的游览车在下面接驳，我们就可以走1.9公里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走回来这个是铁山山自行车道了。太幸运了，我们上车以后就开始下大雨。前往台中市区，入佛门。好，三角点。高丽菜苗，好可爱哦！大坑步道9号，我们就从这边上去。步道下来啊？这边是9之1，好，先过来看一下风景，观景台。